吼吼做代志。如果说齁像这样子的句型，你知道大概是在语言发展阶段的几岁吗？根据婴幼儿语言发展的阶段呢，大约是两到三岁左右的程度齁。奶鱼相信您不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奶鱼也相信我们新北市民不是选一个三岁小孩当市长，所以今天可以请您不要跳针吗？谢谢议员。请问你觉得台湾应该要跟哪一个集团结盟呢？这也是申论题啊。好，这题目老师出了，让人家答都答 C 啊。答 C 好。好，我来回答好不好？要不要回答？你回答 C。可以不可以回答申论题？对，我快点回答啊。中华民国是坚守民主自由。那我下次会把我所有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写在上面，满满的，你慢慢仔细看哈。老，你上次不是说你老花眼吗？这个、你上次不是说你老花？我自己特别为了你把字放大，谢谢，你还要挑哎、欸，谢谢。好，市长，四月底的时候，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举行了双边论坛，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来下一张哈，请问是什么？共同研发泡菜口味汉堡，还是共同抗中挺台？不知道的话，平常要多看国际新闻，增加国际观，好不好？你去新加坡的原因是为了这个搓汤圆、避风头，还是这个向中国传递政治讯息？我最不能接受哈，用谎言污蔑别人，我也是成就自己。我也是，市长，谢谢你。我最讨厌有人用谎言成就自己，这一句话也送给您，也送给你啊。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小组呢，今天特别准备了跟国际观多元的问题要向您请教。那我提醒市长呢，您可以求救，好，向您的团队寻求救援，可以这个用使用求救牌。可是，可不可以请市长不要像昨天一样不回答我？可以做到吗？我昨天没有不回答你、啊。有啊，你明明就是有些议题。好，议长，你做个公证人，他昨天是不是不回答我？哈。好，没关系。来，我哈就要提醒您，不要像昨天一样直接放空不回答哈。我想要问说，哎，市长，我怕你这个英文不太好，我帮您解释一下。这句话你常讲，吼吼做代志，我帮您分析一下。吼吼就是形容词变成副词嘛，对不对？哈，副词加上做动词，代志是受词，哈，没有错，对不对？哈，像这样的句型呢，形容副词、动词跟受词这样的句型。你那个代志那个“己”啊，写错了啦。哦，没有，我故意的，因为代志嘛，哈，就是用代代一个一 个言字旁一个字。哦，代志，代志，我知道，我故意的哈、啊。那我想要问你说哈，如果说哈像这样子的句型，你知道大概是在语言发展阶段的几岁吗？你不知道没关系，我作为一个妈妈哈，我刚好有个三岁的小孩，我告诉你哈，根据婴幼儿语言发展的阶段呢，大约是两到三岁左右的程度哈。但是呢，哈，这个刚好又有一个叠字，对不对？吼吼，是不是叠字？也刚好是两到三岁的语言发展阶段，而且呢，要到四岁以前才会减少一直讲重复的句子，您明白吗？哦，没关系，你不知道哈。昨天你光是回答我的质询，三分钟之内就跳针重复了五次，为新北市多做事，一直讲重复的句子。但是奶鱼相信您不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奶鱼也相信我们新北市民不是选一个三岁小孩当市长，所以今天可以请您不要跳针吗？谢谢议员。可以吗？不可以哦，还是要跳针哦。我已经讲过的话可以再重复说，为什么不可以重复说？哦，可以可以，一样的题目一样的答案啊，没关系没关系哈。三岁四岁的语言发展阶段，您记得就好了哈。但是呢，乃于哈还是怕你这个申论题回答不出来，所以我今天也特别准备了这个选择题来看一下哈。市长这边有好多个选项哈，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哪些行为会被视为间谍？拍照、制作地图、聊天、采访、旅游、网络留言、聚餐，还是以上皆是？请您回答。这个显然出题目的议员啊、哦，这个用选择题来考试考错了，他这个应该是申论题啦。好，你说。这个是申论题，不是选择题啦。好，你说哪些行为会被视为间谍？中华民国有民主自由，也有法治。OK， 好，好，那没关系。有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民主自由的每一个人的法治的权利都要受到保障。好，不是只有这些啦。好多啦，所以、啊、所以不是只有这些，是表示说这些东西也会被视为间谍，是不是？這個、是在台湾吗？这个题目是申论题，不是法治。所以申论题不是选择题。这些行为会不会被视为是间谍？好，我告诉你哈，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国家会把这些行为视为是间谍。好，我们看下一题，谁会把这些行为视为是间谍呢？戒严时期的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清选择？
我们现在是在中华民国。好好，一切按照中华民国法治来做。我问你国际观呢？你有没有国际观？国际观哈。好，所以这一次答案是 C。好 ，C 是什么？申论题呀、啊。好，什么？申论题是什么？一切按照中华民国的法治来做。所以你不知道谁会把他们视为间谍，对不对？哈，中国国那、这个人大呢，之前呢通过了反间谍法的这个修法，这个无限上纲的反间谍法，上个月我们东森新闻的记者，我以前的同业呢，也因为采访被扣留，请问您知道吗？有法治，按照法治来。有法治，按照法治来。中国没有法治，你知道吧？哈，没关系。哈，中国这个无限上纲的国安控管，已经对台湾人造成威胁了，已经对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也带来了威胁。所以，请市长哈，请问市长，现在呢，全世界分成了两个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集团，包括我们的民主同盟，像是美国啊、日本啊、英国跟韩国；另外呢是军事侵略同盟，像是中国啊、俄罗斯。请问，你觉得台湾应该要跟哪一个集团结盟呢？这也是申论题啊。好，这题目老师出的，让人家答都答 C 啊。答 C 好。好，我来回答好不好？要不要回答？你回答 C， 可以不可以回答申论题？对，我快点回答啊。中华民国是坚守民主自由，那对以平等、尊严、友善对待我们的国家，用民主自由的方式，我们都可以视为我们的盟邦。所以也不只有这些国家，我的盟邦越多越好。盟邦越多越好，对吧？所以这两个集团，请出题目要给别人多一点思考，不能单一个选择。好，所以民主同盟跟军事侵略同盟哪一种嘛？哪一种你都不敢讲，是不是？嗯，很清楚吧？我刚才讲的坚守我们中华民国，所以哪一种？民国，所以哪一种？因为你写个 A， 写个 B 嘛。对啊，啊哪一种？写个 A， 写个 B 还挂到美日英，不要跟美国、日本、英国、韩国同盟，也不要跟中国、俄罗斯同盟，是不是？越多的，越多都平等、尊严、友善对待中华民国的 A 跟 B 都要，是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是来当我们的盟邦，是越多越好嘛？市长我用谈恋爱来举例，在一段关系里面哈，顾左右而言他，就是标准的渣男行为，你知道吗？不是选择题，好，不是选择题哈。哎，不要把人家那个思考换了，就限缩到 A 跟 B。你要跟人家建立关系结盟，是不是一段关系？是不是一段关系？只要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价值，好，所以你要跟谁有共同的信念？对你刚刚讲的非常好，全球市长，全球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啊。共同的信念是哪一种信念？全球都可以、啊、你讲不出来，我 有信念吗？啊、市长，你有信念吗？你的信念是什么？我捍卫中华民国的民主自由啊。那为什么不是 A？ 哎。这不都只有这几个国家，越多国家越好啊。所以中国、俄罗斯军事侵略同盟，对不对？你给挂个号，还很多国家，也不是这几个国家而已啊。我举例民主同盟或者是军事侵略同盟。那你挂一个号，问美日英韩，难道我们只有这几个国家吗？像是美日英韩等。好，国家等啊，那你总要写个等嘛。好，那我下次会把我所有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写在上面，满满的，你慢慢仔细看哈。你上次不是说你老花眼吗？这个、你上次不是说你老花、啊？我自己特别为了你把字放大，谢谢你还要挑哎、欸，谢谢实在是谢谢谢谢。好，市长，四月底的时候，美国总统跟韩国总统举行了双边论坛哈，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来下一张哈，请问是什么？共同研发泡菜口味汉堡，还是共同抗中挺台？其实这个又要选 C 是 C 是什么？好，又要选 C 是什么？韩国被列为美国的。核子保护伞、哦、所以你根本不关心台湾在这一场这个论坛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这里面没有啊，是西啊，什么泡菜也不对啊，共同抗中挺台，泡菜所以你不在乎台湾在这个泡菜这个区域政治的角色，你不在乎台湾对区域政治的角色，你在乎吗？我真的以这个题目答了、啊、好，我刚才说、啊、对啊，所以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不知道，哎，平常不知道的话，平常要多看国际新闻，增加国际观，好不好？韩国跟美国之间、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协定，就是一个核子保护伞啊，一起面对北韩，就是这样子。一起面对北韩啊，台湾的部分呢？这里面的结论就是这样子啊，我就答你的结论就好了。
市长啊，我跟你说哈，你都在答这个，你说你要讲申论题，可是你讲的申论题就没有讲到重点，好不好？我、哦、这做重点啊，还是有人申论题是用抄写的，或者是说这个厚厚 GPT 复制贴上的，还是旁边那个局长、啊、你是不是开着厚厚 GPT？、啊、不用不用，没有，我自己来回答就好。啊、你自己来回答，哎，我自己回答。好，平常要多看新闻，增加国际观了，好不好？哈，中国呢，现在呢，其实已经全世界的共同敌人了，但是在台湾呢，就是有一群哈特别的、特定的政治人物呢，哈，活在平行的宇宙，面对敌人啊，好像还要跪啊，还要舔。当全世界都在协助台湾对抗中国的时候，你知道除了中国之外，除了俄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家是跟中国站在一起的，是哪一国呢？这答案也是 C 啊。答案也是又是 C 哦。当然了。好，你两个，对不对？列了两个哈，除了俄国之外，中国的同盟国家，我相信很多嘛。哦、中国同盟国家很多，不过你列这两个，我知道你希望我答的是新加坡，但是我跟议员报告也说清楚， okay、新加坡除了跟中国有利益关系以外，它在军事基地上也跟美国合作，尤其在经贸跟全世界交朋友，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国家。好，没关系。我想要问说，你刚好自己提到新加坡嘛，所以下一题进入下一题哈。新加坡，你去新加坡的原因，我希望哈，你不是忘记了，也不是害怕想起来。你去新加坡的原因是为了这个搓汤圆、避风头，还是这个向中国传递政治讯息？你光这个题目哦，我先回答一个。好，你说。我最不能接受哈，就是用谎言污蔑别人，我也是成就自己。我也是市长，谢谢你。啊、我最讨厌有人用谎言成就自己。这一句话也送给您，也送给你啊。好，谢谢。那我给你一个答案。好，你说。我去新加坡最重要，我把西扮演新北市市长的角色，对，去推城市外交嘛。我知道了。去推绿色金融。处长，刚好你有你的戏份了哈。处长，花新加坡花工厂144万去新加坡垫高你自己，你是不是密会新加坡大使孙海燕向中国输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韩国瑜哦。韩国瑜2020年要选总统的时候，他也去香港的中联办和中联办的主任来会面。我不知道你跟中国承诺了什么，但是以后谁还会相信你说什么三平三安？谁还会相信你捍卫中华民国？你把中华民国形容成杯子哈。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刻意跟大家说中华民国像一个玻璃杯一样，什么杯破水亡，你就预设立场，杯子是会破的啊？为什么杯子不能是钢杯？钢杯不会破啊？请不要污蔑我跟新加坡的中国大使有见，请不要污蔑。好，没关系，你昨天有提到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哈，来看看下一题哈。那这个哈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说一个中国的话，指的是哪一国？这一题我恐怕出题的议员跟内心所想的答案应该不是这两个答案，而、我只有一个答案啊、议员所想的可能是 C 啦、那我不好意思把议员的内心想法讲出来，我的答案很清楚，中华民国、我的国家就中华民 国，你认同只有一个中国，我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对对，好，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来。我比较担心的是议员有 C 答案，那写成 A 跟 B， 我不知道啊。没关系，我跟你说哈，用谎言来垫高自己，我最讨厌这种政治人物了哈。你这是您刚刚说的对不对？哈，没关系，我再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一个人，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人他叫做何挺。先请市长您摸着您的良心一下好吗？哈，这位是何挺，你认不认识他？认识。好，你跟他是什么关系？我在1994年吧，93了94，千岛湖事件的时候，我是奉国家之令，以专家身份到大陆去了解台湾人民在海瑞号的整个死亡的原因。他是里面调查人之一。他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为什么会被撤职？他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媒体会再来问你说中间你们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如果你的国际观零分，对新北市民都讲不清楚的话，如果说你有什么想法，只会跟三岁小孩一样，全部都选 C 嘛，跟三岁小孩一样跳针。你要怎么面对全球化跟区域政治的挑战？没关系，这个问题你留在心里。